收看的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尹秀文。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2月28。根据同事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北边，何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适合着安床甲开市。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伙来关心。新港乡鹿林学习中心的课程一直求新求变，手机歌唱班将要伫咧新港公所儿童节的庆祝大会登台表演。另外，中心的志工队卖正式成军，将会扩大服务。参加这个学习中心的人，拢是非常的快乐，因为因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多姿。新港乡鹿林学习中心开办真侪课程，常常拢充满快乐的气氛。尤其学员学真久的手语歌唱班，技巧甲动作拢已经练习甲真好，将要伫3月29公所的儿童节庆祝大会顶上台表演。学员表示，参加课程会使带动身心健康，观念会更加乐观开朗，是真好的选择。阮乐林办过开课，一个真踊跃来报名。但是现在还有名额，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乐林，走出来，活动，身体健康，心情会快乐，让我们想更加乐观。而且新港乐林学习中心的志工队也已经成军，新课程也陆续开课，将要提供学员和老人上好的服务。深港乡的乐林学习中心已经成立，志工队已经成立了哈。我们现在目前有40位志工，是希望说最基本喽。当然，我们是希望来服务为我们的这些学员服务啊，我们也希望说为我们深港乡的老人们服务。只要55岁以上就可以报名这个乐林参加学习，大家来共同成长哈。现在周二班美声彩妆哦，冻龄秀班哦，还有星期五周五班的生态故事绘本创作班希望你们来共襄盛举一同学习，快乐成长。参加的学员心拢真合齐，一班的人数拢有40个，和老师张秀勇嘛深深感受到学员热情的学习心，共同打造新港重新学习的快乐园地。大中华新闻淡水新港彩虹报道。另外，这群阿公阿嬷嘛是 very good， 何必等老人会开设着英语班哦？老师对上基础 A B C 慢慢啊教。这学员表示，虽然因的记性较无好，但是累积的成果嘛是非常的惊人。即马80%的学员拢已经有固定的程度，那是讲看到老外嘛唔惊咯。何必等老人会中青学员的学生真认真做记录，而且念出真心话话英语，面顶阁充满着笑容，流露出对学英文的学习真有兴趣。班长表示，老师用真趣味的方式来教，虽然年纪大，记忆较歹，不过嘛感觉学英语真好耍，保持着对语言的学习兴趣。我袂晓英语嘛，就爱要读英语嘛，所以就转呢就过来读啊。因为阮是较老啊，所以记忆较歹啊。讲好学嘛无正好学，讲歹学嘛未正歹学。老师为着教好学生英语，是用国台语来混合教，而且对上基本的英文字、音标慢慢啊认真教，增加学生的记忆。80%学员程度拢达到国中以上的标准。学生啊、的程度一开始是参差不齐啦，从26个英文字母都不懂，然后。音标也不会，我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搞慢慢搞啊，加上英文绘画啊，加上国语啦台语啦什么语啦，就把它凑来凑去，他们慢慢就习惯了啊。结果已经嘛哈，几乎大概80%哈，他们看到音标念得出来，我觉得比国中的程度好多了。因为我感觉教音哦，来家虽然我徛3点钟。3点钟等于我袂忝，为啥物？因为气氛太好咧。中青学院的学员活到老，学到老，克服心理挑战，展现出一定要将英语学好的决心，提升自我的语文能力以外，学习的热情更加让人是真钦佩。多种学生们，南青何必彩虹报道。
知名出版社远见这回出一本新册，叫做《大人变囡仔倒的无同款》，结合着企业、学校、老师甲学生的多元观点，介绍以学生为主体大入大学。即马这本册卖开放予全国的公私立高中及以上学校来做辅导用资，即欢迎学校会当来大入大学所处。台业大学校长吴东新、校友总会副理事长杨耀聪、学生会前会长黄逢林同学，是共同来突破代表旧想法权威的气球。我们真的发现，大人变了，孩子就不一样。那请同学们参与致校，然后我们发现这样的理念，其实它能够把很多我们大人的观点，其实更这个能够更完善。那所以呢，我们很希望在这些相关的这些经验里头，我们能够这个能够免费赠送给所有的全国的这个高中职以上的这些这个教育，或还有这些教育的环境。那不管是提供这个校长们、老师们，甚至同学们都可以做参考。那我们觉得大人变了，孩子真的不一样。那其实孩子的创造力、孩子的参与这个学校的治理的能力，其实往往会让我们大人们感觉到，其实这个校园也好，社会也好，大家都可以沟通得更好。时代在变，教育也要改变，反正教育很重要。老师不能用自己当年读书的情况来决定现在的孩子应该要安怎做。身为出发点，这个创意的教学，我想让这些大学的学弟妹们来我们大一大学接受教育，应该都是一个最自由的殿堂啦。真是学生会会长，当然校长就时常会固定会约个时间找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聊天这样子。像我们最学校现在目前最有名就是525的专车，像同学觉得学校改变的真的很大。这几年来，校园也改变很多，校长也定期跟学生来沟通，听大家的声音，邀请学生跟他做伙来做学校的校长，打造不同款的大业大学。这本新册也免费送给公司立的高中及学校，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跟学校来说出。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日本展览的消息，公大文教基金会由于义巡回展，即马来到河美实验学校，展出真侪即文艺复兴时代代表性的绘画、雕塑的作品。即回展到4月16日为止，民众会当把握机会来遮欣赏。公大文教基金会发起的由于义巡回展，伫全国各学校展出丰富的艺术作品。即边特别甲河美实验学校合作，推出艺文复兴展的主题，透过代表性的绘画、雕塑等作品，让观赏者更加熟悉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甲艺术表现的风格。觉得他们就是还蛮厉害的，就是他那时候好像他们都对一些什么技法。什么透视法，然后黄金比翼，然后就会钻研，然后都可以把它应用在那个画上，就觉得他们真是超厉害。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学习。文艺复兴出现了那么多天才，然后他们能不受宗教的破坏，然后还可以做出那么好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也非常有勇气，我非常佩服他们。学生嘛，集体创作来表达对文艺复兴等主题另类思考。美术老师认为，这对学生是真好的启发，嘛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参观。很幸运说，这次说可以把这些文艺复兴很伟大的一些创作，那带进来校园里面，然后让整个彰化地区的学童都可以过来参观。那这些展览其实是可以补充比较多的人文素养，小朋友平常也比较不会接触这种东西。欢迎各界的人士都可以过来参观。那我们有导览小尖兵可以跟你导览说这些画作的一些意义还有内涵。由于以文艺复兴展伫校内展出到4月16日，一般民众嘛拢会使来参观，透过绘画、体验等方式，感受艺文带来新感受。大中华新闻淡水河美采访报道。公告以后，活动消息报乡亲参考。彰化县政府对4月13日伫溪州的费兹洛公园来举办单车亲子逍遥游的活动，征集1000名报名的人，阁会当得到精美的纪念品。马上登来新闻现场。